最疼爱我的，他永远不会抛弃我。这样你什么都不怕了，你可以试一试。我怕。我最好的兄弟，我最好的兄弟小熊走了，嘟嘟也走了，房子没了，我工作也没了。别把自己说的那么惨嘛。那你跟我，咱们俩可以比一下吗？你现在是嘟嘟走了，我现在家没了，这个咱们俩差不多吧。我净身出户，我现在没有什么钱，你工作没了，你现在也没什么钱，这个咱们俩也差不多。但是你长得漂亮呀，这个比我强吧，这是一点。还有你年轻，有大把的青春，我现在都快奔四的人了，这个你也比我强吧，两点都比我强了。更何况我现在肚子里还有一个不被承认的孩子，那你说咱们俩比谁更惨呀？大姐，你跟我比啊？啊。那就是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小强。那也是我于小强在下面，你包家明在上面。原来你喜欢那样。快走了。不在啊，我去哪儿？我家都没了。那你干嘛骗我说你有地方住啊？你不走我走了。你走吧，我不想再害你了。姐，真挺对不起你的。如果不是我来你家修电脑，你也不会看到那些照片。如果不是因为我没钱给杜杜买包，要把那嘟的房间租出去，如果我不是正好住在蓝心家对面，你也不会租到我家来。如果不是我看见老刘进了蓝心家，我也不会陪你去翻阳台捉奸。不是同情你，你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至少你还有个完整的家吧。江明，你说的这些如果，我全都想过，没有一个没想到。可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，该发生的就会发生。怎么是你的身份证啊？他现在没有身份证，他的身份证被压在房东那儿了。房东收回了房子，因为要验收水电费，怕他欠费，就先压了他身份证。跟我说这些没用，谁入住谁登记，要不然违反治安条例，你负责吗？小强，哎，方便来了啊，给他喝了，醒醒酒。行，哎，明天早上我给你送过去啊。哎，不用不用，你倒是自己要当心点儿，别太累了啊。我知道了，阿婆，你也早点休息啊。哎哎哎，有事儿只管叫我啊。好。佳明，
佳明，喝点水，蜂蜜水啊。嗯。张嘴，张嘴，解酒的啊，张嘴。吸，快快点吸啊！吸。小管，哎，排骨汤炖上了吧？哦，一大早我就炖上了。嗯，哦，黑鱼买了吗？买了。行，看着火去吧。哦。哎呀，阿姨回来啦！哎，不用了，你去忙吧啊。哎呦，瞧您说的，我不忙啊，我现在就是一心一意的照顾您。谢谢。我有小管，儿子，哎，扶我回房间啊！哦哦，慢点，不麻烦了，一个人扶啊，我还好走一点。慢着，慢着，慢着。阿姨，那您先歇会儿，饭马上就好啊。儿子，老实说。这段时间在医院里头，他对我鞍前马后的是很殷勤。那不是挺好的吗？看人呢，咱还得往好了看吧，不是？啊，我可没同意你们两个的事儿啊。我又没急。你不急？嗯。他急呀、啊，他那么积极，不就为了想结婚吗？能理解呀、啊。妈，您说是小强好，还是他好？你说是土鸡好，还是羊鸡好？以前在家里都是于小强做饭啊。哎呦，大姐可能干了，这一会儿会儿就做了一桌子的菜，比我烧的还要快。你说，咱阿姨以前请我来啊，是来照顾大姐的，到最后她还帮我干活。哟，大姐打电话来了。哎，大姐啊，啊，哦，阿姨已经出院了，现成接的，啊，哦，你等一下，好，等等等，我帮你看一下啊。哎，大姐，哎，我找到了，哦，那我等会儿有空就给你送过去啊，好吧？好好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怎么了？哦。大姐啊，有些东西啊落在家里了，就像这个被子，我等会儿啊没有事情的时候给她送去。你们一直还有联系啊？哎呀，这次阿姨生病啊，大姐啊每天都打电话来慰问阿姨。你说大姐这个人好吧？人都走了，这东西怎么还留在家里啊？哎，这可讲不定的，没准哪天大姐回来了。这东西还要用的呀。这样吧，小管，阿姨刚刚出院，家里也离不开人，我替你跑一趟。啊？啊？什么呀？地址给我。
你找谁呀？阿婆，请问这家人在吗？哦，他买菜去了。这菜场啊，离这儿又远，一时半会儿恐怕回不来。你找他有事儿啊？哦，我找他也。鲍佳明，怎么是你啊？怎么是你啊？于小强在吗？不在吧？你住这儿啊？你管得着吗？我管不着。谢谢阿婆。啊，不不不，不客气。哎呦，佳明啊，昨天晚上喝多了吧？哎呀，你呀，你把小强啊折腾得够呛哎，以后可不能这样了。你想想看，她怀着孕，万一出了什么事儿，你负得了责吗？啊，我错了，我昨天不应该喝那么多酒，我都喝断片了。小强他去哪儿了？买菜去了。刚才那个女的是谁啊？反正不是什么好人。我看你呀，酒还没醒呢，赶快再去洗把脸，清醒清醒。我给你端碗粥喝啊。谢谢阿婆。哎，小强啊，对你可真好哎。于小强，状态不错呀，恭喜你，开始新生活了。跟你有关系吗？没关系，但不知道是谁呀，这边已经和小男朋友同居了，那边还要和老刘家的保姆联系打探消息，真是用心良苦啊。看来你已经去过我家了，是小管告诉你我的地址的吧？我告诉你，我是让小管给我送我落下的东西，又让你这么不安了是吧？是这个东西吗？上面还写着你与小强的名字。老刘送给你的，给我。上面承载着许多你们美好的回忆吧。你吃醋了是吧？别那么自卑好吗？于小强，你搞搞清楚，我会在你面前自卑吗？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啊，居然还和一个无赖酒鬼混在一起。老刘如果知道了，说不定会庆幸和你离婚，没准还会后悔没早点甩了你呢。让我来告诉你吧，一个男人选择什么样的女人，就决定了他的品味。是你自己没有和老刘一起成长，输掉了你的婚姻，明白吗？哦，我还要告诉你，我和老刘快结婚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们俩现在跟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，爱谁谁，把杯子给我。谁不知道啊？这一辈子就是一辈子，这辈子就像你和老刘的婚姻一样，碎了就是碎了，再也回不来了，明白吗？这回你该死心了吧？别捡了，做给谁看呢？回头扎着手，再疼了心。这个杯子是我妈送给我的，是我妈当年到江西景德镇出差，特地为我烧了一个杯子。
我妈临终的时候跟我说，无论她去了哪里，我们都会做一辈子的母女。今天你这么有意的把她摔碎了，我也会记恨你一辈子。以后的日子里，我恨你，我诅咒你。在织什么呢？给我孙女儿打一件毛衣。你说这人怎么那么聪明啊？就这两根棍儿，一盘毛线，哎，就可以织出一件衣服来，这也太神奇了。怎么样，想学吗？我啊，呀，小强回来了。阿婆，哎，姐，好好好，小强回来，我也该回家做饭去了，慢慢吃吧啊。一会儿吃完，我把碗给你送下来。好好好。哎，姐，昨天晚上不好意思，我喝太多酒了，没给你添麻烦吧？我有点断片了，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到你家来的。你没生气吧？那要是没什么事儿，一会儿我先回去了。姐，进来。啊？进来。姐，你怎么了？你送我去趟医院。你哪不舒服啊？我流血了。啊？快来趟医院吧，小强他见红了。哎，医生，吴小强他要不要紧？孩子怎么样？你不要着急，还在检查。人命关天，你是孩子他妈，万一出个三长两短怎么办？你必须得到场。鲍佳明，你说话负点责任，谁是孩子的爸爸？于小强和刘光耀已经离婚了，你再这么无理取闹，我可以报警的。哎，我走了。这么大风开着门干嘛呀？让我透透气儿。行，那手机哪儿去了？哦，在这儿呢，刚打算拿给你。哦哦，行。嗯，刘总，有三件事向你汇报。第一，蓝星的计划书已经在公司全面实施了，目前我们网络销售全线高升。第二，荣华基金的潘总想约你吃饭，他希望定在明天晚上，请你回个话。第三，刚才有个叫鲍佳明的人给你打电话。他打电话干嘛？以后他的电话不要接。可是他说没有可是，你去吧。哦。没事没事，放心放心，没事啦。那孩子呢？挺好挺好的。
于小强就是孕酮低，血压有点高，要好好休息。这样吧，今天留院观察一天，你去给他办个手续。好，好，谢谢啊。刘总，你找我？嗯。你说刚才那个什么鲍佳明打过电话来是吧？啊，对。我电话里说什么？我刚想说，您不让我说。我现在不是让你说吗？哦，您太太，您前妻于小强，他进了医院，怕有个万一，就让我通知你。进医院了？嗯，那你需要医院地址吗？他留下了。赶紧去拿。好。姐，真把我吓坏了。你说这孩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是不是就成了杀人凶手了呀？跟你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啊？就是因为我昨天晚上才害的你，又跑派出所，又跑酒吧，最后还要让你把我这么大个人背回家。你别说是个孕妇了，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他也吃不消啊。姐，你说你咋那么倒霉就碰上我了呢？那你以后要乖一点。啊。其实我刚刚在外面，我都已经想通了。嘟嘟跟凯文好了，好就好了呗，我喝什么酒呀？这不是浪费生命吗？房子群租被警察抓了，那我就认个错，认个罚不就好了吗？你说我纠结什么呀？工作没了就没了，没了再找呗。跟小熊掰了，那又怎么样？分酒必喝，喝酒必分嘛，你说是吧？其实面对生命，在宝宝面前，我觉得这些事儿都特别不重要，你知道吗？还有啊，我刚才在想啊，瞎想的，就是万一这孩子没了，以后我就生两个还给你。你跟谁生啊？啊？傻子。告诉你吧，不是你，是兰心。兰心，他来家里找过你。他在路上把我堵住了。他说了很多伤害我的话。他说一句，我的肚子就那样跳一下，然后他再说一句，我的肚子就那样刺的疼。当时肚子就很疼，我是硬撑着回到家里的。怪不得他在电话里吼的就跟条狗似的。你给他打电话了？我打给老刘了，是他接的电话，后来我就打给他们公司了。你以后别给他们打电话了。哦。来，您尝尝，合不合您胃口？不错，谢谢阿姨。坐。兰心呐，我这段时间住院，你对我鞍前马后的照顾，你对我儿子的心意，我明白。阿姨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以后呢，您想吃什么，有什么需要，尽管跟我讲。在照顾人方面呀，我还挺有经验的。记得之前我姨奶奶住院的时候，全是我一个人照顾的。哦，阿姨，我跟您说了吗？我姨奶奶和我奶奶是双胞胎，我们家是有双胞胎遗传基因的，而且我听说这种基因是会隔代遗传的。我跟老刘还在开玩笑说，如果我们结婚了，没准儿我能给你生个双胞胎呢。兰心，你还是个没嫁人的姑娘呢，跟我说这些不嫌太突兀了吗？更何况
你跟我儿子八字还没一撇呢。阿姨说的对，阿姨，我知道我不讨您喜欢，但是我觉得那是您还不了解我。如果我是说，如果我真的和老刘结婚的话，我一定和他一起好好孝敬您，给刘家传宗接代，让阿姨您早点抱上孙子。阿佳，快快快，躺下躺下。还好吗？嗯。我问过医生了，他说问题不大，好好养养就行了。不用了，一会儿会有人来送的。我没什么事儿了，你先忙去吧。啊，我也没什么事儿，我这儿陪陪你。睡一会儿，你先回去吧。行，那你睡吧，我就不打扰了。有事你给我打电话。嗯，我走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想问你句话，那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？你说呢？当然是你的了。那为什么你女朋友跑我们家说孩子是你的呢？你应该先去问你们家兰心，要不是她煽风点火、挑拨离间，嘟嘟怎么可能去你们家闹啊？兰心如果说火星就要碰到地球了，你们信吗？那要是嘟嘟说猪八戒是孙悟空他舅舅，你信吗？我不信。我也不信。于小强，给你送鸡汤来了，是阿婆亲手炖的。我原来想去外面买，可是怕不干净。你现在不是非常时期吗？阿婆人真好，炖了好长时间呢。哎，哎呦，
挺烫的，要不放一会儿再喝吧。哎，我们先把手擦一擦，要讲究卫生。你刚刚来的时候没有碰到什么人吧？我碰到老刘了。那你怎么不说呢？来就来呗。他没怎么你吧？他敢。你没怎么他吧？我想揍他，但是我怕把鸡汤洒了，就把他放了。那如果你手里没有提着鸡汤呢？我还是会把他放了。我干嘛花时间在一个路人甲身上？我还有更重要的活呢。什么活？绝活。包家明，素锦，我跟阿婆学的。我现在正在学上下针，我想给宝宝织一个小帽子。等我技术灵光的时候，我再给你织一条围巾啊。包家明，素锦，于小强，量体温啊。你看什么看啊？各干各的好了。哦，哦。你哦什么？动了。什么动了？孩子动了。别动。感觉到没有？没有。动了？没动。真的动了？真的没动。一般的孕妇要四个月以后才会有胎动，你现在才两个多月，怎么可能动啊？那如果他早熟呢？亲，你是太紧张了。可能吧。包家明同学。嗯。你怎么知道孩子要四个月以后才会有胎动？我问过了冯医生，我跟他请教了很多专业的问题，现在我也是半个医生了，以后你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问我啊。那请问，别说话，现在没空回答你。还没走呢？没有，你不是让我多陪陪阿姨吗？小管走了，阿姨就睡了。我怕她一个人有什么事儿，所以想等你回来再走。哦，我妈没事吧？挺好的，我给她煲了汤，喝了两大碗呢。嚯，好好好，那辛苦你了。没事儿，那我先走了。哦，南希。啊。我送送你。啊。不早了，你回去吧，我就先睡了。你睡吧。你坐在这儿，我能睡得着吗？能啊。我忘了你现在没有地方住了。你看看，你什么事儿我都记得，我这么大的事儿你都忘了，你像个姐的样子吗？姐，我都想好了，反正这儿也没有人睡。那我就委屈一下自己，在你这儿将就一夜吧。反正这中间有帘子，这么一拉，咱们俩谁都不影响谁，好吧？你要住这儿啊？啊。不是，我倒没什么问题。那要是医生来查房怎么办？他要赶我，我就走啊。他走了，我再溜回来嘛。你是游击队员呀？是啊。
你知道游击队员第一条守则是什么？就是不能暴露自己。所以我睡觉的时候，不会打呼，不会磨牙，更不会放屁。你就安心的睡吧。那今天倒是可以混过去，明天我就出院了，以后你怎么办啊？姐，我也想好了，我就跟你住。你跟我住？啊。你住我那儿？啊。不好吧？特好。不是，昨天是因为你喝多了，我没有办法安置你，是特殊情况。那我们就把特殊的情况转化为普通的情况。你看，你那个时候没地方住，你就在我那儿当保姆，我也可以在你那儿当保姆啊。我长得还挺像个保姆的，有长成你这样的男保姆吗？谁信呢？别人会说闲话的。哎，你不要管别人说什么行不行？你能不能管管我呀？我现在都失恋了，又失业了，还跟我最好的兄弟闹掰了。我现在是各种负面的情绪，让我百感交集。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就是我灵魂的导师，是我精神的支柱，我特别依赖你。小强，我觉得我很需要你，我相信你也需要我，对吗？哎，乖，你看你现在马上就要做母亲了，是吧？做妈的人都有一种母性的关爱。那你就关心关心我这个小弟弟，把我带回家，是在积德行善，以后这个福报都可以给你孩子的。真的吗？啊，那咱们就这么说好了啊。你睡吧，我再支一会儿。别支了，你一晚上一针都没打对过。那行吧，哎呀，我眼睛都睁不开。别偷看啊！